那有看他发出来的另外一个人吗？不是，你这看的是恐龙吧？哪有其他的东西呢？还有另外一个，他发现他网站哇，他网站2000多个，3100个产品，哇塞，全部是玩具，不是发了吗？就是另外那家的。在网页啊，3100个产品，然后你看的那款篮球的人类有，it's perfect, and also you can set the language, the date, and all of these things. It's very, very convenient.